蒜头，你说吧。喜春儿，你看看你招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那个阿飞还可以，但是这个鸡毛呢，偷鸡摸狗之辈啊！你还能让他加入游击队啊？哎、蒜头，你放心好了，鸡毛现在跟着我干游击队，我肯定给他带好。我是怕这种人不遵守游击队的纪律，毁了我们游击队的英名。不会的，他要是犯了错误，这个责任我来担。哎，我还是怕他手脚不干净。我说蒜头兄弟，现在咱们游击队正是用人的时候，而且啊，这个鸡毛是真有两下子。这个喜春还挺讲义气的，看来我要是这样偷偷溜走了，太不够意思了。嗯，先留下来看看情况再说吧。喜春儿，我可就帮你这一次，如果这次游击队拉不起来，咱们也不用打鬼子了。放心吧，这个游击队我一定拉起来，而且明天我会拉更多的人来，我保证，这个里面全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啊！哎，哎，你别总唉声叹气的了，啊，我们肯定行的。李昌鹏那小子呀，狗眼看人低，这回让他等着瞧。嗯，放心吧，啊。李昌鹏，大总阁下，巴山县城守备森严，这些中国军防备着我们卷土重来。如果我们现在要想攻进去，恐怕还是有一些困难的。李昌鹏是个很难对付的敌手，但是越是这样，我就越喜欢。能消灭这样的敌人，我们才有成就感，对吗？可是大佐阁下，石原将军可是命令我们一周之内拿下巴山县城，我们的弹药已经不多了，如果强攻的话。我说过要强攻吗？对付这样狡猾的中国人，我们需要的是智取。大佐心里已经有计划了。你去找几套中国老百姓的衣服来，还有要请一请，找几个中国百姓来。找中国百姓？哟西，我自然有用途，你去吧。嗨。这个喜春，想搞什么游击队啊？这不瞎搞吗？就是。他没枪没炮的，怎么跟日本人打呀？是啊。二胖。是不是？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，喜春姐，走啊，跟我参加游击队去。什么游击队啊？别装啊，咱可昨天说好了的参加游击队，你别反悔啊。哎，怎么可能反悔啊？我二胖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二胖向来是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的。二胖。那就好。啊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哎，喜春啊，你让我加入游击队，这没问题。可是你知道的，我二胖食量大，刚好呢，今天家里边又开不了锅，你看你能不能先借我十斤米啊？借十斤米？不是借，是给。你看喜春，你让我加入那个什么游击队，这个是不是先要发一些军饷什么的？是应该发军饷啊。来，你跟我去拿军饷。跟我来啊。让你拿军饷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儿还没跟我打鬼子，就跟我要军饷啊！吴启春，你个臭女人，你还想当什么游击队队长？我呸！你骂谁臭娘们？你骂谁？吴启春，你不得好死！骂谁不得好死？你等着！给我站住！这怎么动手了？还拿着大棒子？你看这，你看这臭女人，这怎么还打人？太暴力了！怎么了？这种人当游击队队长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啊？都是一群胆小鬼！这赶紧离他远点！到了，快！
长官，求求你快开城门吧！是啊，开城门吧！日本鬼子呀，要打过来了，他们会杀了我们的。是啊，乡亲们，回去吧，不开城门。好，长官，你再不开城门，我们都会死的。求求你了，把城门打开吧！城门打开吧！怎么回事？报告连长，下面有一帮老百姓要求开城门。长官，放我们进去吧！你就让我们进去吧！放我们进去吧！暂时别放他们进城。连长，他们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，要不让他们进来吧？求求你了，长官，放我们进去啊！下去看看。是。不就是钱吗？啊，这些贪小便宜的刁民，我就不信了。我吴喜春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要凑到钱给他们发粮发钱。我看他们来不来参加游击队。郑小驴，咱们家有多少粮食？干什么呀？你说干什么？当然是发粮，给那些参加游击队的人。发粮？啊。喜春。我看这个游击队长你是别干了，再干下去我们全家都得饿死。郑小驴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啊，要不是人家游击队的人救了你，你现在还能活命吗？你不当家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家米缸里就剩下10天的米了。你给我闭嘴，再说话再说我撕了你的嘴。反正不够吃。爹，去，别理他。娘。哎，蒜头兄弟，没事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还有3只老母鸡，这3只老母鸡都能下蛋，这下了蛋就给游击队员吃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们两个总该相信我吧？是不是？我们家有老母鸡，你们也见过吧？哼，嗯，反了都。娘，我也想吃鸡肉。吃，就知道吃，哪来的鸡肉啊？粮食都没有了，真是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。我就还不信了，我连一支队伍都拉不起来。哎呦，哎，长官，您可出来了，您发发慈悲吧。长官，求求您了，让我们进去吧。大家都不要着急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是城外走马岗的山民，鬼子要追来了，快让我们进去吧。都看仔细了，不能让小鬼子混进城来。是，你们几个把枪收起来，快进来吧。哎呦，走走，进去了。是啊，队长，别后队啊。来，东西快。查仔细了啊。走吧，李哥，哎，走吧，走，来，好吧，下一个，走，来，东西看一下，都打开。哎，好吧，进来了，进去。下一个，你看看啊，走吧。哎，你的，哎，这是我的，你过来，走吧。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，哎，谢谢长官，好，哎，走吧。下一个，来，谢谢长官，进去吧。来，等一下，你过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来，你的，哎，进去吧，哎。干什么呀？这是，连下蛋的鸡都给杀了。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有鸡汤喝，喝鸡汤了。哎，天龙，真香啊！哎，天龙，你要干嘛？姐，我也想参加游击队，我也想跟你去打鬼子。真的？我不想打鬼子。真的，姐，我武天龙。特想跟你参加游击队，特想打鬼子。那我们家房子都被鬼子烧了，我对他们恨之入骨。我恨不得现在就跟你去打鬼子，我要报仇。行，报仇。只要你参加游击队，就有鸡汤喝。喜春，哎，喜春，哎，他就是个二流子，参加什么游击队，混鸡汤喝来的。你给我闭嘴。就是啊，你看他那样。来。啊，喝！姐，打鬼子。行，姐再给你盛一碗啊。
好不好喝啊？就只馋了，我也想喝。咱也参加游击队。姐，真好喝，再来一碗呗。一天只有一碗，不过姐给你打保证，你只要参加游击队啊，以后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真的？啊！来来来，我也要参加游击队，我打一碗鸡汤。来来来，对。哎，喝了要参加游击队啊！哎，好，参加游击队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城门给我关起来！是是，快追！来，喝鸡汤，打鬼子，来来喜春姐，是啊，我也来，我比他们报名早，多给我打点鸡汤。你给我滚！你还有脸来啊你？啊，滚滚滚滚滚滚！那喜春姐，我那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？我现在啊，特别想加入游击队，真的。你滚不滚啊？你是想让我打死你是吗？滚！哎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喝你一碗鸡汤吗？还要老子把命交给你去打日本人？我才没那么傻呢！胡说八道呢你！哎，谢总，哎，你们别这么傻，日本人有枪有炮的，你们要是参加，就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。你滚你！哎，我就不信了。鸡汤！哎，快！你喝！哎，你还真喝呀？我哎，行不行？我打死你！追，快追！跟上！快，小雷！营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追！营长，你没事吧？小鬼子怎么进来的？这些鬼子太狡猾了，他们混在老百姓中间。我的天，他们人数太多了！追追追！快快快快！这气死我了！这。喜春，你别让他们喝了，你给狗蛋留点吧，都没了。那行吧，把那剩下的给狗蛋，你们两个喝了吧。今天就到这儿了啊，不是，大家都回家吧。姐，我们既然喝了你的鸡汤，就肯定会给你打鬼子的。哎，这么说才是好兄弟啊。姐，你也得让我们兄弟吃饱肚子，不是？就是就是，再给点鸡汤吧，啊，一起给我来一碗子。啊，哎，你们今天先回家啊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啊啊。先走啊！哎，姐，那晚饭是不是也在你家吃啊？对呀，晚饭是不是也在你家吃？啊，对呀，就是啊。好去，那边观察，走那边，快见人。Yeah!
你们是吧？他娘的小鬼子，不能让他们跑了！追，走，走，追！谢川，你都看看你招的些什么人，都是些二流子，这种人打鬼子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哼，他们都是来喝鸡汤的，怎么可能去打鬼子呢？哎，鸡毛这句话说的就一针见血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算了吧，不然你连这家都保不住。谢川。 大家都这么说，我看我们还是先保自己的家，那打鬼子的事情让他们去干吧。你给我闭嘴！娘，鸡汤真好喝，我还要喝。狗蛋儿，只要你听娘的话，以后啊天天有鸡汤喝啊。好，狗蛋儿很听娘的话。对，我们狗蛋儿最听娘的话了。蒜头。 我还想去县城找李昌鹏。你又找他去干嘛？继续借枪啊！我这次召集人马了，我可以带上人马一块儿过去。这有了枪，我们才能更好的打鬼子。我不去，你爱去你自己去，还嫌不够丢人？说了不会给你枪了。那我也要厚着脸皮去借呀。这人要是他不给我枪，我就带着我的人吃他的、喝他的、睡他的。哦，睡就算了。 反正啊，他要不给我枪，我就让天龙他们赖在他那儿不走了。武将军，我觉得我们这样太窝囊了。我们都打到县城了，为什么不跟这些中国军干一场？对，军，别那么折腾，别忘了我们来的任务。快跟上！停，别追了。 鬼子又躲起来了，真他娘的缩头乌龟！好，停，别浪费子弹了。王旭，你带人继续搜捕日军，我带弟兄们回县城。是，你们跟我来。Yes，我们就去县政府。武将军，你觉得我们是否能完成大组的计划？一定要完成计划。中国有句古话。 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干掉李昌鹏，只要杀了他，中国军就是一盘散沙，我们不战自胜。好，武将军，我听你的，走。 你瞎呀？不在冯琦。啊？冯什么？琦？哎呦！你能不能不跟我说话？走走走走，徐将军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了啊！不说了，好不好？张鹏哥，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可恶了。你给我枪吧，我和你一起去干掉他们。宇飞，打仗是男人的事，要是能轻易干掉这帮小鬼子，还能让他们活到今天吗？那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，被他们一次次偷袭吗？张鹏哥，我担心你的安危啊！要不我们一起离开吧，山县城吧。 好，那我陪你，跟你一起死守这座城。走。
跟上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不想走，我要陪着你。行了，我还得去巡城呢。啊，走吧走吧，走。让我陪你一会儿吧。你躲开。连长，什么情况？鬼子摸进来了，给我杀过去！是，快快走！上次有危险，炮火准备。哎，开炮！好了，今天要加入游击队的呀，姐，就我们几个人也打不了仗啊。
他们肯定还在睡懒觉，还没醒。嗯，要是以前上午我肯定还在睡觉呢。嗯，要不这样，等人来了你们再叫我，我先进去啦，进去啦。啊，哎，阿飞，你待在这儿，我去叫他们去，等着我，别走啊。啊。可以，陈，小雷，走，上，陈军，走，好，追，快，快追，快追，你喜春姐，我还以为小鬼子追我呢，所以我跑了呀。什么小鬼子啊，这不说好了今天要报名参加游击队的吗？你怎么没去啊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喜春姐，我想了想还是不去参加游击队了。哎，这昨天都说得好好的，你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呀？昨天是昨天，但是昨天我想了一晚上，想想还是不去参加游击队了。你看看左邻右舍他们不去，凭什么让我地瓜去呀？我地瓜还是老老实实种我地瓜去好了。哎，你娘是不是被鬼子杀死了啊？你想做一个不孝子孙是吗？你不给你娘报仇啊？我想给我娘报仇，但是我要去杀鬼子，这万一被小鬼子杀死怎么办啊？谁给我娘烧纸啊？行，我是看明白了，你小子就是怕死，你就是个胆小鬼，你怕小鬼子干掉你是不是？我，哎，是，我是怕死，可我不想死了，村里死了那么多人，死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还想娶老婆生孩子呢。是，地瓜兄弟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人死了呀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可是要像你这么窝囊的活着，做一个怂包，老娘都看不起你。快！小雷。快走！快走！姐，这么早叫我干什么呀？吃早饭呀、啊？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那没早饭吃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别别，别走别走别走。哎，有早饭吃。哎，不但有早饭，还有中饭，还有晚饭呢。什么时候吃？你不会骗我吧？我怎么会骗你们呢？只要你们跟着我进城去，不但管饱，而且还有酒有肉。哎，进城啊，就有酒有肉。有酒有肉啊，跟着喜春姐打鬼子就是好。哎。蒜头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是不会跟你进城的。哎，蒜头兄弟，你别生气啊，你也别跟我赌气。其实现在啊，大家都在打鬼子，李尚峰他们打鬼子确实还是有一套的。行啊，他厉害，你跟他去啊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这游击队最厉害，八山游击队。啊？可是，他们都死了。所以我们才要打鬼子，帮他们报仇雪恨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蒜头兄弟，这只有你会写字儿。你帮我在这大旗上写四个字。写什么？替天行道。什么？替天行道？现在我们是打鬼子，保护老百姓，干的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事儿，是吧？我说的对不对，蒜头兄弟？有点道理。行，喜春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吹牛，我替你写了。好，快走，快快追，快追，追，快，都跟上，别追了，营生，
我们要乘胜追击，别让小鬼子跑了。不用了，当心小鬼子前面有埋伏。再说了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巴山县城。从今天开始，加强警备。是，弟兄们，撤！撤！走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快点写呀！我好久没写字了，你让我酝酿酝酿啊。蒜头兄弟，哎，你到底会不会写字啊？会，会，差不多了。哎，你快点写，待会儿我们还要去城里找李昌鹏吃饭呢。别急，别急，这东西它……行啊，嘿，不错啊。哎，蒜头兄弟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啊，这个字叫做行。扯得跟个螃蟹似的，横行霸道有气势啊！真好看，真好看啊！行，那咱们赶紧进城去吧。啊，把这个收起来。啊，走走。哎呀，好饿呀！姐，怎么还没到啊？好饿呀！怎么还没到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到底有没有好吃好喝的呀，姐？城门就在前面了，我保证到了就有吃的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好饿呀！哎，到了到了，哎，到了，有情况。到了，等住吧。到了，怎么回事，营长？吴喜春，干什么呢？你们站住！这疯婆子怎么又来了？还真是喜春他们，还带着一群老百姓，这就是他们拉出的游击队。小李子。要不去开门？哎，小李子，你在啊？哎，快来给姐把城门给打开。吴喜春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这次来不干别的，就来蹭口饭吃。你不会那么小气，连口饭都不给我们吃吧？小李子，你别愣着，赶紧下来，我们早饭都还没吃呢。哎，你看，太阳都快到头顶了，该吃午饭了。我们早饭午饭一起吃啊。喜春。你们这么多人，还不把我们米缸给吃了？哎呦，不就是顿饭吗？是不是？你们国民党军队那么有钱，就不差我们这几口饭了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。哎，营长，要不我去开城门吧？哎，把快点，把门打开！快点，快点啊！又渴又饿的，下去看看，放我们进去啊！快开城门，放我们进去啊！哎，厉害呀，鸡毛！哎，我打算让你做咱们游击队的旗手，以后你就扛着咱们这面替天行道的大旗，怎么样？我看行。嗯，喜春姐，说实话呢，其实我不想打鬼子，要不我在家给你们煮饭吧？煮你个头啊煮！那不是让我去当炮灰送死吗？我不干。
就你这身手，蹦跶起来那么快，这子弹根本打不着你。你想想，你扛着这面大旗，冲在前面，多威风啊！扛就扛呗。嗯。哎，你看看。哎，我说这个旗把你挡得真严实，这鬼子都看不着你人，只看到旗子动，还以为见了鬼了呢。这是，唐月，都干什么？把枪放下。哎，小李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打算让我们进去是吧？吴喜春，现在很危险，鬼子随时会进攻的。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我不走，我今天都把我的游击队给带来了。游击队？这些人就是你拉起来的游击队啊？嗯，你不是不相信我吗？所以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。天龙，过来。哎，姐。这都是结实的小伙，这要是打起鬼子来，一个顶俩。吴喜春，这也叫游击队啊？你们准备游哪儿去啊？啊！小李子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些人稍微一训练，那都是个顶个的好手。我不跟你废话了，我今天啊，就是来跟你借几杆枪的。吴喜春，你别瞎闹了，行吗？打仗是男人的事，跟你们老娘们没关系啊！赶紧给我滚吧！哎，李尚鹏，你别给你脸不要脸啊！哎，姐，你赶紧让我们进去，要不让我们把饭吃了也行。讨饭了，要不还是给他们一点饭吃吧。行，给你们吃饱饭，反正我们早上有很多剩饭剩菜。去，去厨房把我们中午吃的馒头、烧饼。都给他们拿过来，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是，营长。李尚鹏，你把我们当乞丐还是喂野狗啊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什么？我忘恩负义啊？好啊，既然你们不想要，那我把那剩饭剩菜都给倒了算了。来来来，赶紧叫着王迅，让他回来啊！好嘞！哎，姐姐，别跟他吵了。馒头都没得吃了，还说跟你吃烧鸡烧鹅呢。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，啊？就你这点出息，怎么打鬼子？本来我也没想跟你打什么鬼子。你说什么？姐，别打！喜春，别跟着李尚鹏吵了，先把肚子填饱了，别的再想办法。对对对，你怎么也那么没出息啊？不是我。你说的也对。李尚鹏，啊不，小李子，我刚才不对啊，我粗鲁了，我给你道个歉，你先把饭给我们拿来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吴喜春也能低头认错啊？啊！哎，是是是，低头嘛，这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再说了，就算我喜春低头了，那也是武松的后代。哎。小心，兜兜转在每条小路。
下的蝉声，又把满天星搅得天。